Thank you.
再补充一下，就是这边草地上这个装置也是恩考保利道的作品啊，这个作品名字叫守护者啊，英文叫 God。 然后这个那边石头上有一个电视，里边是播放的是他以往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啊，这个希望大家对他有一个深入的了解。他是蒙古国非常著名的，我们说非常有实力的当代艺术家，非常有力量。这个you
对。